秘鲁总统涉嫌抄袭硕士论文，秘鲁检察官正在调查秘鲁总统 Pedro Castillo 和他妻子涉嫌抄袭他们的硕士论文，因为一家当地电视台发现这对夫妇可能抄袭了一半以上的他们共同撰写的硕士论文。泛美电视台获得了长达121页的论文的文本，并将其提交给抄袭调查服务机构。这家电视台称，这对夫妇论文的 54% 的内容是否抄袭自其他作者。